调整我的勇气，啊，不管怎么样，先穿上吧。咱是都要买这自行车。我不太认识这个人，他是谁呀？可以吗？ 你这是个什么物种？？我起码可以演成一个比较娇贵的一个。我是个橄榄球运动员，这是群称啊，这是群称啊，就是这样的吧？哎，我这穿对了，你看，哦，那个不错，这个 ，Hello， you，yes，you，come on， 他是我的丈夫。You is my husband, OK? OK. 先要拍鸽子飞是吧？好，鸽子飞啊。好。You and me, look the 鸽子怎么说？鸽子怎么说 ？Let bird. 对。Let bird. 对。Like me. OK.好，开始啊！那裙摆个背对着夕阳，那裙摆个背对着夕阳，把画面拍美。Beautiful。我觉得挺好的，你看我，你看，这鸽子太低了，一定要在蓝天。我是跟你讲，这个掌握得非常好，完美，这段有。Thank you。哇，哇，哎，应该要这个帮我们配一下。5分钟，那就上来了。1, 2, 3。3枚安慕希金牌。好艰难的任务啊！我先抽一个，看看有没有，好吧？这是有吗？这是钱啊，捷克币。那我顺便抽一个，也没有。陈哥，我送不了你了。哎，我都有。安慕希，你的足金。雨辰，你确定吗？确定。人送的也算，对不对？这样，他们来伴唱，好不好？他们来唱歌，好，行，你来拍，我拍，然后我来投下希望，好，好不好？好丢人啊！为什么是我？为什么？OK， three, two, one, go。我就站在布拉格黄昏的广场，在许愿池投下了。被你女朋友看到了，她还
会嫁给你吗？会杀了我的。好，这条算是完成了，谢谢。哎，有钱的买个钱，有钱的买个人。走过路过不要错过，乡亲们。大家已经按照要求拍摄出了所有歌词的内容，我们就先来看一下大家拍摄的 MV。 哎呦，哇塞，哎呦，哇塞，是一个小型剧组啊，对，我们是布拉格奥斯卡。恭喜大家完成挑战，所以你们获得了抽取安慕希金牌的机会。女士优先，女士优先，问问你们，你先，女士优先。好了，三、二、一，嘿，嘿。我给你换一个吧，仁义啊，兄弟啊，兄弟啊！我真的认为啊，其实拥有这个东西更有意义。你想，这块钱币永远的留在家里，谢谢。